牛皮菜根，这一罐是500克，正好是一斤装。然后我现在吃的是微辣的，如果你们要吃的话一定要选微辣的啊。你吃完微辣的你觉得不辣再拍中辣的，反正牛皮菜根是出了名的辣，但这款还是可以接受。牛皮菜根先来小的，太脆了。哎，好辣，看这上面辣椒，哎，嘎嘣脆。哎呀，好吃。菜根好了，这款牛皮就脆，哎。